他们真的很强，因为他们比如说他们来正在台湾，然后一下飞机跟我说啊，我没有换台币耶，然后刚刚下来说啊，我忘记跟大家拍照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执行一个他们忘跟大家拍照的这个动作。然后大家等下出去，如果有买我们的专辑或想要给我们签名的话，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大家，等大家。